定要拉近。我历代领导人都是推和双方共同努力下，中朝传统友谊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和时代变迁的考验，说出你想说出的地方，历久弥坚，深入人心。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成果丰硕，不仅有力促进了两国各自的社会与事业繁荣进步，也为美